把枪给我，我叫外面的人帮你。不，这绝不可能。你已经背叛了我一次，我会给你第二次机会吗？用我的命换他的命，放他走，我留下。阿兰，不要！你别忘了，我义父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我义父，他欠你的债我来还。我求求你，别难为他，要杀就杀我。安琪，你别管。我要想杀你的话，刚才咳嗽一声就行了，懂吗？说起来，你们两个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。身为长辈，本来不应该兴师动众。我杜某人金盆洗手，了结一切江湖的恩怨，本以为可以过几年安稳的日子，哼，没想到后院起火，居然被家里人搞得我坐立难安。那是你自找的，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，你还想过安稳日子？我要是过不了，谁也别想过。你和你妈，你妈就迁怒于我，还要扯上我的女儿。我栽培她花了多大的心血，本来还指望她替我养老送终，好好的一个人却叫你给毁了。不关她的事儿，爸，是我自己。你闭嘴。我发过誓不再杀人，所以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。如果你答应我两件事情，今天晚上的一切就当没发生过。你说